在格子里面。我走了，不能随意带东西，我把我带上了。你在外面已经很久了，不能这样子啊！你一般人会坐车上是不是要走了，对不对？那你这样子就按下去，你怎么成这样子？那承诺中奖了吧？那你这开单，你这什么意思？你这抢钱嘛？你是不是抢钱？你是不是抢钱？十块也是钱啊，十块也是钱啊。我也带路啊，你。